上网这么忙呢，聊一下5分钟就能解决的事儿啊！你也看到了，电话跟微信都不回，我总不能硬闯吧？那怎么办？凌香的合同落实不下来，我什么都不敢动了。现在不是在改剧本吗？提到剧本，我都要哭了。凌香传本来就是大男主的戏，我都跟向晚说了，让你们家的凌香捧一下你们家的徐凌，都是自家的艺人，多好的资源整合呀！那比重也不能差得太悬殊，对不对？ 而且之前的编剧根本就是个钢铁直男，完全不会写情感戏。是，所以我们把编剧换了呀。新剧本我看了，的确比以前好多了。哎，那这么说，剧本这一关在你这儿过了哈？得等向晚接点头。所以我这来找他了呀，尽快确认，尽快跟进。我们官宣出来这么久了，连个定妆照都没有，别人还以为我们这个项目不做了呢。 你一直让我拖着云香的合约不签，您是另有用意。你说说看。云香传我做过详细的评估 ，IP 热度是毋庸置疑的，加上剧本最终的修改质量，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优质的项目。按照从前的习惯，应该主动推进，所以应该跟合众的版权到期有关系。您去见了原著作者。 那个丁玲正是个单行鬼，续约1年的版权，开口就是1500万。您想自己操盘？你觉得可行吗？合众这次给凌香和徐凌的片酬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而且他们的制作费是足够的。如果我们自己买版权，自己控盘。 扣除版权费，再加上从进组班子，好像不是很明智。所以呢？除非你想通过这次机会，绑定丁宁其他作品。你不愧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我要的根本不是《影像传》这一个项目，我要的是丁宁后面民国三部曲的绝对把控权。你想？
有了三个顶级的 IP， 再加上凌霄跟徐凌，那就是三个 S 级的项目，三个平台定制的 S 级项目，意味着什么？利润一个亿，还不包括凌霄跟徐凌的抽成。于总，你的考虑我是能理解的，可是我们跟张萌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，云香赚这个项目，我是为了徐凌亲自找他谈的。如果就这样帮他拖黄了，好像不太合适。我明白你们有私人的交情，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以大局为重？凌香和徐凌凑一块的话，怎么也得下月初了。别啊，月底就开机了。要是两个人凑不到一块儿，分开也行啊。月底必须定。徐凌我能帮你争取，但是凌香，为什么呀？毕竟凌香的合同不是还没签吗？不是合同随时签啊，价格我跟向晚已经谈好了呀。合同的事儿我也不能决定，得等向晚姐。行，我等他。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信。趁火打劫，如果传出去，将来谁还敢跟我们齐力合作？只要手里握着优质的资源，上门求合作的只会越来越多。难道就不能合作共赢吗？张萌现在人就在楼下，他今天来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推进，他是不会走的。这样吧，你把封神录的合同模板给他，这样你也不为难。那个合约的条件太苛刻了，张萌不是傻子。想要共赢，就得一起想办法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想拖，毕竟时间拖得越久，他们越被动，不是吗？萌姐，您再等等，我再打个电话吧。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呀，我又不是来讨薪的。不是，萌姐，你像是来要债的。喏，香香的合约。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呀？这么磨我。你这样事无巨细，什么都操心，累不累啊？没办法呀，要对艺人负责。有什么疑义，随时跟朱迪联系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了。王总，我要说一句不该说的。从一开始我就建议云香传走小而轻的路线，您偏要做大。但是凌香这种流量级的艺人真的很难搞，如果按照现在这份合约，我们前前后后要多出100多万的费用，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。我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1-2000万做个戏，就算是100%的回报率，也只不过是1-2000万。我投资2亿，回报率就算是50%，也是1亿。10倍的利润率，就会有10倍的困难。小萌，你施展能力的机会来了。但这份合约里的条款，我真的解决不了。不是问题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赶紧搞定林香，有了男女一号，我这边才能和平台买片，明白吗？说吧，陪哥还是陪聊？其实没有交集，还抱着希望自己从没
是不是工作上又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？其实呢，老于虽然不怎么跟我说公司的事情，但是他经常跟我夸你，说你特别能干，什么事情交给你呢，他才放心。可是他交给我的事情，怎么散发着一种坑的气质？老于也挺不容易的，不仅要面对祝贺的刁难，还要让公司正常运转，压力也挺大的。我明白，好了，快讲。请问林香传闻官宣到现在，迟迟没有看到你和林香的定妆照，请问这个项目是已经终止了吗？什么？终止了？我最近可是在家研读剧本呢，那我太伤心了。其实，项目都在按部就班，我这次也非常期待和林香的合作。现在大家都在传罗峰和林香的 CP 其实是过去式，而林香和徐玲的 CP 才是现在式。你现在这样跟我讲，是不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呢？阿璇，我们是好朋友吗？是呀。那你怎么突然挖坑让我跳？在《你好，青春》里，罗峰和林香确实很酥很甜。不过现在呀，大家都在期待着你的表演呢。我呢，一直是《云香传》的书迷，这次得知上官韵是林香来饰演，我很开心。那么你心目中的上官韵的形象和气质又是怎么样的呢？嗯。就是林香这样。朱迪啊，这个合约里时间的问题吧，我得跟你们商量一下啊。王姐，您说，实际拍摄的时间，你得给我10个小时。香香最近呢有点偏头痛，神经衰弱，医生的建议呢要保证睡眠。但是你看啊，香香化妆2个多小时，路上1个多小时。这样算下来，我实际拍摄的时间7个小时都不到，你让我怎么拍得完啊？但是演员休息不好，太疲劳也没法好好拍戏啊。还有我家香香容易水肿，拍一个大夜啊，3天都缓不过来。行，我明白，大夜我不给你安排，实际拍摄的时间，你给我9个小时。您这样我就要算上路程了。路上1个多小时呢。萌姐，就1个多小时，您至于这么跟我计较吗？对不对？我是真的拍不完。好吧，那我回去做演员工作。8小时。对了，向婉姐还强调，这次林香和徐玲的造型师希望是河北玉界出马。河北玉界是石原里美御用的造型师，这不是我有钱就能请得来的。细节决定品质啊，而且这才能体现出萌姐您的能耐嘛，对不对？你没问题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事儿呢，我写下来了，您可以过目一下。告诉我，你也是来喝闷酒的？向往来过了。我跟你抱怨我了吧？工作上有点压力。是他太好强了，什么事都要求个2全其美。算了，我不想谈公事。Thank you.
哎，王总，从修改剧本到推销合同这么长时间的拉锯，我总觉得是莫向晚在刻意拖延，而且是突然开始的。其实起初齐磊还是挺积极的，徐凌的合约一天就过完了，但是到了林香这里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哎，这个莫向晚是看准了我们的版权协议快要到期了，着急开机啊。他们肯定是感觉在这之前徐凌的片酬要少了，想在林香的身上找回来。但是对于合约的总片酬他们没有提出异议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是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。你猜张萌跟王志轩会想出什么招来对付我们？走法律程序吧。张萌也是个老江湖，我听说他这几天也没闲着，面上跟朱迪磨合同，背后我在联系律师呢。就是我们酒会上遇见那个传奇漠北。那个新进的传奇律师。对，我是觉得如果请他代理可以为我们争取一些主动权。那个漠北律师脾气可怪啊，他是挑客户的，一般的案子他是不接的。一个律师能有莫向晚难对付吗？事在人为，我去磕，用钱砸。钱不是万能的，尤其是对像莫伟这样的律师来说，一个会为农民工讨薪、代理律师费像做公益一样，这种人会在意钱吗？得打感情牌。我马上可以请到上海排行前五的律师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你跟那个莫伟不是有前景？我跟他没有前景。没前景？没钱请他来齐力等你一晚上，你们之间有故事，我不在乎是什么，总之你把他拿下。怎么拿下？我不会让他拒绝合众，帮齐力打版权官司。他帮谁打官司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行业从前没有他，官司照样赢啊。他现在已经是各大影视公司争抢的红人，他如果落在别人手上那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，当然要抢在别人前头，让他为我们所用啊。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传奇好吗？就跟网红一样是可以炒作的，我们这个行业再清楚不过了。合同纠纷从无败绩，这不是炒作出来的。从无败绩真是可笑。向晚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公私分明，你一向做得很好，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，更何况这一次直接牵涉到你手上的艺人。事不宜迟，你不能够让何仲抢先了。3月10号，李璐老师离职之后，小妍和小冰继续在天盛门幼儿园上了一个礼拜的课。他们有没有提到过其他老师对他们有没有异样的行为？我们问过小兵，他说没有。莫律师，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吗？就是，怎么不是？大家先别着急，我们必须确认这件事是李老师的个人行为，还是有别的老师也参与其中。莫律师，我们更关心的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我们的孩子都被退学了，孩子没有地方上学，我们都是要上班的，让孩子一个人在家也不是办法呀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大家也就是想知道这打官司到底要多长时间？我这要是再不去上班，我就要被开除了。大家的心情我们很理解。就现在的状况来看，天盛盟幼儿园有着严重的监管不力和渎职的行为，无论公平正义还是经济赔偿，都必须有的。但是，我希望大家能做好心理准备。打官司，想要坚持到最后，一定要有耐心跟决心。在家里，对呀，就是这好像是没办法了。
夏文姐，我手头工具不多，都在保姆车上呢，您看这些够不够？你要出席什么样的场合？普通的商务会谈。那我先给您补个口红吧，这个是稀有色，粉嫩的少女版，妆嫩不适合。那斩男色呢？听说男人见了一扑一个准，不需要斩男。那不然水橘色，这个元气满满，而且还显白。这是什么颜色？好眼光，这个就是本宫不死尔等终究是非的正宫大红色。莫北，听说你决定接天使梦的案子了。他们是我的一等客户，也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你决定接到案子，我从来不会反对。谢谢。还有，但是吗？田氏集团是咱们力所最大的客户。这我也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咱们力所最好的律师亲自下场，打脸自己的金主爸爸。你也认为天使梦幼儿园存在伤害孩子的行为？哎，打住啊！我可没这么说，咱们两个就是纯聊天，你可别给我下套。我知道你做事有自己的原则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你作为咱们律所的合伙人，要多为咱们律所考虑考虑。哎，还有个案子，我得多说两句。什么案子？何忠的案子。接了吧。人家把咨询费都抬到5000了，一个案子下来几十万呢。我也没说我不接，等到价钱到6000，我就跟他们联系。你小子可真行。哎，啊，江主任。哎呀，小陈，你稳重一点，你跟人家漠北好好学学。哎，好，天使梦离职的李路，地址找到了。好，请问您找谁？莫律师在吗？您先登记一下，我通知他。喂，莫律师，有位女士来找您。我有急事，叫她改天来吧。莫律把电话挂了。他办公室在哪儿？嗯。哎。是啊，你百忙之中能不能注意一下你办公桌的清洁？你看看上次刚刚你收拾完又乱七八糟的。我是乱得很有章法，所有东西闭眼都能找到。你骗谁呢？你刚刚工作文件还少，将来你成了大状，我看怎么着。我有你啊。你想让我做你贴身保姆啊？想得美。这档案是放这里的。还有这些处理好的卷宗排列放在这里，记住了啊。哎，还有个更重要，这个位置呢刚刚可以放它，你要每天擦一次，你一抬眼就看得到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别捣乱了，
还在打伞。你作为詹森的人，你看那个书丢的，书要放这里，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你的夹子到处。谢谢。你确定是这吗？一个幼儿园阿姨住得这么好。我听中介说这是他新租的。哦，你调查天使梦会不会得罪未来的嫂子？什么意思？天使梦是田氏集团旗下的，前妻还是名誉院长。功课做得够仔细的。接了案子嘛，肯定要查清楚。我这也是为您考虑，您这么查他会有意见吧？公事和私事我一向分得很清楚。您是分得清楚，田心能分清楚吗？少废话。谁啊？物业。我不是已经去物业登记过了吗？还要弄什么？我姓莫，叫莫北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律师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关于天使梦幼儿园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找错人了你们。哎，等等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基本情况而已。我没有虐待孩子，警察已经调查过了。既然不是你，那为什么还要辞职呢？是他们开除我的。可院长说，是你精神受到刺激，才主动辞职的。我愿意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们快点走啊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他在撒谎。撒谎是我们的结论，重点是要怎么证明这个结论。走吧。向晚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用那么惊讶，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。我是来谈工作的。工作？不许接合众《云香传》的版权案子。理由？因为你欠我的。这不是理由。你们律师都是这么言而无信吗？说过的话转眼就改变立场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会尽量弥补我受的伤害和辛苦吗？是你不想尽全力，还是我不应该把你的话当真？我是说过，但那是对你莫向晚个人，而不是对你的公司。公司是要分明的。好一个公私分明，十年前就是这样，十年后仍然如此。莫北，你无耻的好专一啊！不许接合众《云香传》的版权案子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走。你还没有给我答案。先去吃个东西吧。这是在要挟我吗？我忙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你呢？不饿吗？在我的办公室等了这么久，坐我的车去，只给你一顿饭的时间。
谢谢。后果加馄饨是我回来吃过最好吃的一家。这家店我吃了十年。你怎么知道这家？知道这家店很要感谢你。我大学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广告公司打工，那个时候加班到半夜是常态，这附近只开了这一家小店，每天婆婆会把剩下来的馄饨给我打包带回家，小陈每天晚上等着我给他煮馄饨，那个时候小陈只有12岁。向晚吃饭的时候最好少说话。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我们能谈正事儿吗？合众的合约能不签吗？我不同意。你还是那么卑鄙。向晚，向晚，向晚，你听我说。把手放开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不像我想象的那样，比我想象的更卑鄙。合纵的案子我们主任已经签了，就算我不接也一样由我来负责。好啊，所以我们法庭上见呀，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对吧？这是对公业务，不要把我们搅进去。对此业务和你无关的你也深度搅和。你搭个顺风车吗？不顺路。又见面了，你跟踪我？这是你的车？这世界真的很小。还记得大学里的那棵玉兰树吗？不记得了。我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用一生去爱你。
你不在，只爱在等待，回忆总化不开。你眼中有我，我梦中有你，最初的爱狠狠碎过，醒不来。是我愿意，是你过分美丽，你越在偷我心底，太陌生的语气，来不及留不住你远去的声音，是你太美丽，是我过分的在意，到底心落在了哪里？遇见你只愿我用一生去爱你。我希望毕业以后可以找到一个有白玉兰的地方住下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，整个屋子都是玉兰花香。最重要的是，每天早上起来，一睁开眼睛，就能看到你。是我愿意，是你过分美丽，你越在偷我心底，太陌生的语气，来不及留不住你远去的声音，是你太美丽，是我过分的在意，到底心落在了哪里？遇见你只愿我用一生去爱你。蝴蝶的翅膀，神奇千里外。